单，唔通袂记哩过去咱所做过。师父一直甲大家讲，伫师父开始做主持50多年前，我还阁少年，我即当阵呢，我无法度甲过去阁叫转来啦，已经离我真远去啦。所以从少年一直到老来呢，即嘛面临各一关，生老病啦，后壁各一关，一定爱阁过，即阁过去迄关啦。我人目睭阁白金，到底呢？我人伫倒位啊？我家己。这世人若有做好，我家己心会真安定、真安稳。我笃定啦，来生我要在哪一个地方有因有缘，我还要再度众生。只要人人呐、不舍，甲师父呢，无要离开师父呢。离我生气的师父会去甲找转来，来生啦，我会去甲找来。那老尾师父去的，师父大生气，爱先甲当中有一个基础起来，甲业力一道来。先我去的呢，我会去甲找；后我去的呢，我会甲业来。所以生生世世。永远拢袂离开啦，就是要行菩萨道，那积极行善，做好积善之家，必有余庆。那造福人间啦，看会当呢，甲这个灾难减较低一个无，啊会当撇较开一个无，这是咱。真正人人爱多做好。现在气候愈来愈炽热，所以呢，还是爱靠人人爱心造福，要再接再厉，一定爱做啦。总而言之啦，做对社会绝对帮助，对家己呢，生命的价值是提升。来为人间、为社会付出，这就是好心、好念，造福人间，这就是生命的价值。在初年呢，也是过一天啦。来环保站呢，真快乐、欢喜，也是平安、健康，过一天。这就是咱在环保站菩萨啦。大家健康，人人祝福，保护咱这个大地平安，啊，家家都会平安啦！感恩菩萨的爱，的力量付出啦！这回师父出门，就是会为大家人啦来鼓励，莫忘那一年。莫忘那一群人，莫忘了启动这一点爱心，会做大家人做，会讲大家人讲吼，实际呢，慧命永续啦，法门永开啦，希望先呢，咱不断来化恶为善吼，那先呢行菩萨道，这是跟大家祝福。